天猴游戏界流行大杂烩，只要能把每一个游戏的主角把它拿过来凑在一起的话，应该就会是个卖座保证。所以现在呢， Sony 也打算如法炮制，来一个 PlayStation 全明星大乱斗。哎，看起来好像还蛮有趣的，但是你到底可以认出哪些电玩人物呢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之前网络上传闻 Sony 将在 PS3 上推出一款新作品，网罗 Sony 本家游戏的众多主角齐聚一堂，进行精彩绝伦的大乱斗。如今这款游戏正式公布了，就是这款 PlayStation 全明星大乱斗，要让玩家打得过瘾。这款游戏网罗了包含战神系列主角克雷多斯、秘境探险主角德瑞克，还有小小大星球、拉杰特与克拉克、胖公主、杀戮地带、烈火战车、动感小子等作品，数十位 Sony 本家游戏的电玩主角展开精彩的大乱战。游戏玩法类似任天堂明星大乱斗，在一个封闭的游戏舞台，玩家们可以施展各种攻击，或是以辅助的攻击道具进行战斗。当然，多变化的地形会配合游戏主题呈现动态变化。影片中可以见到战神九头海蛇与战神三冥王哈迪斯，或是从背景攻击玩家的场面，加上丰富的多人游戏模式以及支援网络对战，很适合呼朋引伴一起来玩哦。